我不再让你孤单，我的疯狂，你的天真，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，擦干你伤心的眼泪，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，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，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风，只想静静听呼吸，紧紧拥抱你到天明。路遥远，我们一起走，我要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，对你说我爱你。就叫柯先生，对，柯先生。好，你们的看法是什么？我的看法是很明晰的哦，而且讲出来是鞭辟入里哦。哎呦，您不要又讲那些逻辑差，不会，真的认真要讲。那我们先听听，你先讲好了。不，我一讲您就跟着我的脉络在讲。不会，我一讲就是讲中他的命根子啊。好，那我先讲好了。那我先讲啊。我觉得他唱歌就是有唱出那 What's the difference。他有他自己的味道，因为你听他唱歌，你不会联想到，不会有李宗盛大哥的影子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很棒。不会有李宗，本来就没有李宗盛大哥。这种不是李宗盛大哥，真的，真的啊，不会有陈升大哥的影子，所以相当厉害，相当绝对。我喜欢他声音的那个本质，他的痛是很好听的，对自己的痛。对，然后他唱歌有他的态度。对对。与其说他有态度啊，不如说。他的歌声是有问题，但是你没有资格唱这首歌。原因只有一个，因为这是陈升写给属于他自己的歌，所有任何的情绪都转嫁不了在任何别人的身上。就跟与有人去唱了李宗盛的歌，而唱到不伦不类，那是一样的，因为没有人能够唱对那个感受。味道，对对对，有没有？山丘怎么唱？越过山丘，越过山丘，它是要那种，对不对？你用任何腔调来唱，细柔的唱也不行。你听听看，你唱两句。不用。要被你打枪，快不要唱。它因为不适合那样。越过山丘，那个音挤压到那个 key 的最高一点。哎呀，你没有唱，喋喋不休。杰哥，这是不伦不类的唱法。没有，这是正确的。是正确的。因为这是属于他个人对生命的一种咆哮。准备要举牌了，来，是否要给出通行证？一、二、三。Yes。哦，你这个是？你是 Orange 的。Orange。你有没有给？我不给。你不给？我还是不给。不给啊。请问我到底可以给几次啊？两次，你都已经给完了。
对。对，完了。好，我们邀请这位帅哥出场，柯先生。哎，小心你的线，小心你的线，看前面就好，不用一直看着我们。好，刚刚我跟你讲这些内容，你感受怎么样？是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才要写自己的歌。